個個人都想知道的地方是哪裡呢？不知道有沒有森林呢？那裡這個 concept 就是心儀的 dark side 因為他哭了要拍得到从失去开始的封面，然后因为团队是我们的老朋友，经历了 MCO 之后，真的是大家很久很久没有见面，然后也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合作，所以很期待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封面主要的要拍的感觉就是带有一点希望的，希望大家经过了疫情，然后现在我们现在算是后疫情时代，给大家一种比较舒服比较正向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拍拍一下会拍到去另外一个恶魔的 view， 所以我们就一群老朋友一起玩，然后就玩出了另一个作品出来。啊，俾人有哭啦，有哭，成个人俾人觉得好有哭咗噶。你一齐唱。我係啲八幾年嘅人先至可以開呢啲歌嘅喎，你知嗰日我影一間細佬，我開到嗰啲歌，佢哋全部唔知我開咩。我嗰日講廣末涼子都冇人知係邊個啊！你知道誰是廣末涼子嗎？你看他哭了。唔係，因為我細個係聽廣東歌嘅，好似聽華語歌嘅，葉倩文嗰啲啊，葉倩文啊，林憶蓮啊，許冠傑啊 ，Beyond 啊。呢啲係我哋一路冇聽啊，係啦，聽咗我啊！你一定好中意飄雪噶啦，飄雪點唱？又飄雪飄過。封面跟要用的答案照都拍好了，现在我们是进入一个玩的阶段，我们要拍 Max 要做的一个造型。这个 concept 就是心仪的 dark side。这个 dark side 是怎样的一个 dark side 呢？就是 mystery， 个个人都想知嘅地方喺边度呢？ Oh my god！ 唔知有冇森林呢嗰度？哇，可能因为我太靓，所以佢影唔到我的暗黑系列。我试下睇下，你夹住嗰个下巴，保护佢嘅 lipstick。透咗气冇？还好啦。终于拿到成品了，真的好激动。太笨了，烂掉！我可以在这边做狗，又可以啊！你呢个 video 好多嘢都唔可以出街，唔紧要嘅，我哋可以。你自己又似香港人啦，跌得啦，咩年代啊？咪跌到跌到未啊？你知咧，呢个系一个粗口团队嚟。